or good afternoon. I don't know, I always say this. Today is a new kind of adventure. Why? Because instead of showing you some tourist places, today I'm going to go get a haircut. And the haircut I want to get, I don't really know if it's going to work for me. So I'm really hoping that the hairstylist that I found is able to like tell me whether or not I made the right decision, or they'll straight up tell me, no, you cannot pull this off. I don't know. We'll see. I found this person on Instagram, so I'm scared. All right, let's go. There's the salon. They open at 12, so I'm like the first person here.我本来想说烫，可是不知道需不需要。日常就是。哦，我想要的是。类似这种的短发，可是主要是刘海，我想要那种。嗯，我不知道哪个长度比较适合我，因为我去年剪刀是差不多这个样子的，可是很快就长了。 看个脸型好不好？OK。你不要太短，脸很高的。因为刚才看感觉你整体的比例是整个人是偏长，头发不要剪得太短。OK。换下面会看起来很长，然后头会看起来容易比较大。哦，OK。对，所以感觉可以去留一点长度。 OK，好的。你是希望它有卷度，还是你就是？我就是，不是想要短，对，就是想要。然后需求是短的，对。然后留海，可是就是这种，比较不是很厚的刘海，因为我去年都是八字刘海，只是我想要有多一点中间。但感觉。 太明显，忘记了。对吗？因为发际线太低。哦。你看你这边的头发比较低。它这一节刘海，它可能有5到6公分。如果5到6公分，可能会这么长。对啊。可是你剪这边会变很短，会有一个问题是，就算你有烫，它也很容易会翘起来。你看起来就很呆。哦。对啊。感觉你是要长长长一点的刘海会比较好一点。OK。对啊。你如果想要短一点的话，不仅你还是把额头露出来。 短刘海基本上就是把，你看你这段会变宽，对啊，你如果是做八字刘海的话，八字刘海的话，把你的额头露出来，那不管它的长短，就是不管它是长还是短的，你的脸看起来会比较接近椭圆形的样子，因为我们通常做头发修饰，我们都会往椭圆形，就是耳蛋脸，对，去做调整，OK，对，好，我就觉得短一点吧，但可以做薄一点，薄一点是 OK 的，OK， 对啊，OK。 像这个样子，然后就是有烫的刘海，然后发边也有烫，然后就是然后下面就是没有卷，然后就是稍微一点粗的，有一点点 layer， 但是没有太多。然后那以前都是长发，然后有卷，烫卷，然后也是发出来。但这个我就觉得跟你原来那个蛮像的，就一样。对。 那一样没什么改变吗？没有，主要这个是看刘海。哦，可是头发我知道是差不多。是，是，但没有做。对。好。就跟你来拍的时候，我手绷带还没缠。等下缠绿大概会做到在肩膀上。嗯。好的。你有绑头发需求？ 还好，一个绑不了就绑两个，<笑>我是无所谓的。觉得少了些许能量，有一点，听起来很爽的样子。我看好像那个 IG 上面最近短发剪了好多，很多人，可能大家都没有。
可能越来越是整理头发。也有可能是换季的关系。太早了吧？可是，在台湾好就很早就热了，不是吗？可是今年。好玩的，好，不是玩的，我还没有感觉到那个，那这个感觉。你来台湾的时候？一个礼拜。刚来。对的。我刚来，然后我就看到了。我来之前看到。来之前看到了。对，因为在网上搜寻，因为我知道来台湾想要减肥吧。哦。对。所以就在美国之后就已经开始在搜了。美国搜得到了，这网上什么都搜得到。你也是在 IG 上面的？嗯，对。看看我也是老照顾。你中文讲的蛮顺的。是吗？我只是写跟读会有一点差了。那你看大概一点60%吧。中间的不知道的字就乱猜。瞎猜。对，大概有个意思。对对对，反正有人会纠正你。我是觉得有分线很明显。对，那就这样吧。等一下唱歌。等下唱主要是把你这边拉起来，对，这边稍微拉起来空间。OK。这边就不要那么贴。嗯嗯。但是这边可能不会唱，因为这边有一个口罩。OK。把这边拉起来。烫直是因为是让它定型吗？还是你说现在那个？嗯，对啊，让它定型，万一冲的时候它就变了。嗯，我们等一下还会再上一次，跟刚刚练完这一次的造型，嗯，一样是固定的。OK。现在应该说在塑形。耶、yeah, 哦、oh, ，OK， 把它弄成漂亮。OK。今天就可以洗头。嗯 ，OK。如果你要洗的话，你今天要洗。大概不会。你要洗的话就可以洗，然后回去洗头，基本上就是注意基础的保养就好。OK。然后如果你要绑啊，或者有编头发都是可以，不要拿到那种很小的那种黑色的小绑巾。哦、嗯、对，其他那种发带、发圈、发箍都是可以。OK。然后那些东西你拿下来之后，它真的有折痕啊，你就是重新洗头吹干，它就会变回来。这个为什么今天就可以洗？别的烫头发的时候要等多久？跟使用的药水会有关系啊。能不能洗头跟它要隔多久才能洗头，会跟
放在当下他需要的一些作用的东西。对，你刚基本上把我烫头发，不会说你要洗就可以洗。OK， 他没有烫好，你洗下去你就会看到了。你撑两天，你不会比较好。这边就是烫卷，最怕就回去洗，洗掉了。然后会紫就是会紫吧。哦。撑两天它还是会紫的。比较重要的就是会是要洗掉，就是自己要保养。因为我觉得你洗的频率啊，就是像有些人也会说，每天洗头会让卷度掉比较快。那个是。没有，那个是不会的。对，那跟你护发有没有护发没有关系。因为比较特别的是，通常我们在洗头的时候，我们都会用洗发精。那洗发精它是具有一定破坏力，它对头发来说，它要一定有破坏力，因为毕竟它要清洁，你没有破坏力，没办法清洁。它那个可能会影响到品质，那你就是要用抗热发头发的护发的东西去调味。卷完的时候刚好注意一下，就是你发际线在这边，对不对？你卷完会把你的发际线挡起来，你卷完不可以这样，不然你的发根会被压掉，对，它就会开掉。所以卷完让它放在前面，然后就是剩下的头发继续吹干。是我剪头发最喜欢的部分，就是打头。对。刚才长度剪掉，可是像这个以后才会真的剪到轻。长度看起来会就变老板了。你有剪到真的？对。现在的这种变剪，老板，这个你就有感。对对对。凑起来，老板二十多了，根本不会，根本不在弄头发。然后，我觉得你要晒，把你的脸露出来，会比较好。超不习惯，应该也不太适合去把脸整个包起来的发型。哦，这样的比例算是好的，越包容易看起来越有点难受。哦，反正要露出来。OK， 我觉得露出来是好的。OK， 看得出来吗？看得到。这样好像比较好。谢谢。Which way? This way. What do you think? It's so light! Ah! I love it! I don't know if you can tell, you probably can't tell on the internet, but I have a lot of hair. It's really thick, so it gets like really frizzy, really heavy, really easily. So, dude, I think this is like the thinnest that I've had it in a long time though, because like, it's so little!I found Aaron from Clash Hair Salon online actually through Instagram. I saw his Instagram page and like the style that he usually does was much more, it felt more comfortable to me, I guess. And also I think on his bio he writes that he's like a Korean style bangs expert, and I'm like, yes, I want a bang, so I need an expert to tell me what works for me. And that isexactly what he did, because I went in wanting see-through bangs and he was like, no, you don't have enough forehead for that. So I'm like, okay, I guess I won't. But I'm very happy for a new style. I had already filmed a few vlogs in Taiwan, so that'll be uploaded after this video, I think. So you'll see long hair Amy in those videos. But
for the rest of the trip, it'll be short hair envy. It's a straight short hair era. Alright, hope you have fun watching this process. If you're in Taiwan, if you're in Taipei, and you want someone to tell you what will look good with your face shape and what will not, go to Aaron, because he is not afraid to tell you no. Which is a good thing. It's like what I always wanted in a hairstylist, is just someone tell me what looks good on me and tell me what doesn't, because I love these, like, I love certain styles, but I don't know if it'll work for me, you know? So, one last look at the hair. Alright, comment below, do you like long hair Amy or do you like short hair Amy? Let's go! I'll see you guys next week!